一下，两下，获得每个叶子。莉莉亚这方面，莉莉亚，哎，莉莉亚，不是，哎，我把法师卖掉了吗？还是没捡啊？他转身就走了，像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再也没有看过一眼。哦呦，辛德拉，主播觉得辛德拉是不是该调整了？辛德拉，如果我能玩得到，就不用调整。等等，等等等等。哎呦，我又发了张卡萨丁走了。一共两个，我怎么一件装备都没有？这装备有点抽象。石魔神要三个转，去哪里搞？包没有的呀。打气吧，踩打气，给时间学派文章大天使技能，踩打气吧，包辛德拉的呀。有没有感觉棋子有点小？放大一下，已经放大了，怎么这么小啊？有点小啊。画面有一点点小，水炮全三了，后面怎么提升上限？就是把那个卖了，小炮卖了，换小火龙两星，然后装备给三星金克斯或者两星小火龙。这把辛德拉了，我直接打开一头牛了。辛德拉就是三启动，无脑三启动。见到谁了？多拉上他三套，三套，三套赌狗的各种转型辛德拉，然后你只要玩好这个东西，你这版本就能上分了。复苏术士猴唤醒辛德拉，然后再把这个放下，唤醒辛德拉，复苏术士猴，重装术士。这两套都是强，辛德拉也强，然后卡萨丁也强，我们都出了，你们不知道怎么玩去看就好了。最强的几套我们都出了，目前比较强的赌狗就是辛德拉、卡萨丁，然后嘴炮也强，嘴炮就是吃分很稳，但是你要他让他吃鸡可能有点难度。然后小法也挺强的，但是因为是一张三费赌狗，他节奏会慢一点，所以要非常糊再去玩。我小法怎么这么多啊？我好像是非常糊的小法，踩打气小法也可以，踩打气很好用。铲铲卡萨丁不是削的，是战士英雄在铲铲里面向来都会比在云顶里面落一点，但落的也不会很多。青龙刀肯定是这样合的，看都不用看，直接合就好了。然后这个给他一费的，我需要什么一费的吗？不需要。但是可以买一个，因为我有可能是小法。先上魔神使者，然后挂机就好了，这个卖掉，两张小法留着。快放技能，我是开局就开始养的辛德拉，现在已经放了十四次了，很完美。铲子金克斯很强。输了也无所谓，
我好像唤醒什么忘记吗？怎么说，兄弟们？跑吗？小法师吗？真的好糊啊，小法，爆小法了是吗？行，那我跑小法了。快快，需要小法带吗？公众号的好处，公众号林小北林德，对话框内输入小法师。嗯，我们那个整篇的里面是有的。这辛德拉也来了。小法第三件双启动情况下，第三件要补法包帽子或者大天使。小法的阵容在吗？然后小法是很需要离子火花这件道具的，给威古斯带，实在不行电刀也可以，但离子会更好一点，因为离子是小法是直接开局启动的，但他这个蓝条 A 两下开局启动，这时候他 A 两下的时候，你给电刀带的单位的攻速要 A 出三下才会触发电刀，这时候的电刀是没触发的，所以你前两个技能法是多重施法嘛，前两个技能会享受不到减魔抗的效果，所以这个时候离子是要大于电刀的。怎么给了这么多东西啊？哦，买法杖给的。大天使先喝，打落代码替换掉唤醒辛德拉。小法尽量要多买法杖，所以你看像这种时候，我这一回合应该是没有买过法杖的。你看，就地，然后拿一个，十块钱好像有点贵了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我都没看，好像有点贵了，怎么要十块钱啊？我怎么三阶段出了个十块钱法杖？我买了，啊，有点贵。有点贵，那什么十五块？三阶段有这么贵的法杖呢？我都没仔细看，给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随机文章是吧？法转，包法转的，出法转。帅，哎，堡垒转，堡垒转，堡垒转有什么用啊？第两下，威古斯来了，再第一下，小法来了，再第一下。哦，对，野怪回合不会出的啊，哦，兄弟们别学我。还好没亏利息，没问题。野怪回合是不会出法杖的啊。使其充满四费，四费可以要，有就买吧。那不俗。离子火花先做，把离子要放在跟他一起，偷偷可以给，偷偷可以给这个，偷偷可以给洛，行可以，然后这个卖掉。我居然第一把玩的是小法师，这是我没想到。法转，包的，这都不用看了，包法转的。然后看这里要递两下，所以我们两下把法杖买了就行了。啊？玩小法很关键的就是不停的买法杖，同时可以配合我这个魔力显化。等等啊。好嘞，那你走吧，没有复苏的位置了，开堡垒了，先用到纳美。先给他用一下啊，七法还缺个谁啊？我缺个一块钱的萨勒芬尼，坏了，不是很妙。
到小法三星之前，就是在七人口地威古斯和小法的双三。同时你如果不想一波冲，你也要每回合卡着利息递两下把这个法杖买，因为每一个法杖都会给小法加三点的法强。像我买了九个法杖，小法已经加了27点法强。不要小看27啊，这你想一个圣杯才给他加多少法强啊，两个圣杯了27。而且我还有一个魔力显化，每购买三个就会给我一个基础装备，我现在购买了6个。而且你怎么知道我七人口递不到诺拉呢，对吧？很有可能的，随便什么，反正买就完事了。然后你不想大冲，你就卡利息递。什么时候大冲呢？大家记得金闪闪是有排浪的，第一张就比如你 这回合打完了，它会自动刷新牌库嘛，自动牌库刷新的里面有一张小法，或者里面有一张威古斯，或者两张都有，你就大冲。大冲指的是什么？冲三下，冲三下它没有再出小法，说明这个是炸胡，你就不要冲了，没排浪的。你冲三下里面有一张威古斯和小法，你可以接着往下冲。这洛拉看样子是我的了，真的假的？上人口的，上人口的，上人口，卡利奇上人口，嘴都笑歪了。还是递两下啊，你看，两下，一下，两下，获得每个意志。莉莉亚真好看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捡不光啊，莉莉亚。哎，莉莉亚，不是。哎，我把法师卖掉了吗？还是没捡啊？卖错了。哦，这头像，前排巴德，后排塔姆，这是莉莉亚。刚那个是什么？撒了芬妮，让我想起了前排巴德，后排三羊刀塔姆。哎呦，又是莉莉亚。干，卖错了，那我九法没机会了呀。我九法没机会了呀，还是第两下啊！你看一下，这个可以追三，这个两金威古斯，然后买一张，非常合理的投资，大家看到没？这赛季真的太难了，我说实话，阿北玩了这么多赛季的这个游戏，第一次感觉到如此之难的。这长得不是一模一样吗？接下来就这家100血的，他玩的是魔剑卡萨丁，已经三星了，针对不了他了。那么我需要用更高的质量五倍卡补上来去打赢他。你们看我已经买了几个法杖了，我到五阶段已经买了12个法杖了，小法加36点法强。这里不用递啊，野怪回合是不会有的，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你看一下看到没。哎，完了，格子，这个追不追不错，你看再一下啊，然后这时候我递应该出法杖了对吧，我递一下看到没有，是没有法杖的。哇，撒了芬妮，好递三星呢？鬼书，日炎，那就要做日炎。黄土日炎，偷偷电刀，可以吧？红 buff 有没有？红 buff 也没有。哎，不好意思。我那没买，我那没买，电刀和那个有点重叠，但无所谓啊，因为我现在开始诺拉和娜美会打到后排的，所以电刀是能电到后排的，威古斯是只能捡控捡到前排的，捡魔抗捡到前排的，所以这两个重复出也没问题啊，这样是最合适的。就是你野怪回合刷两次之后，它这里会直接变成零，在这一回合直接刷出来。看格子，这里递两下，这个8块钱，但我要打他一轮，行，可以，拿一个吧。谁能带啊？哎，我拉一个。那我带了有什么用啊？带了后用一下。我要打他一波，先开个七法，打这家有点难度。我得娜美追三，宝石追三，其中有一个要三星。
他好像打不过我，他被我小法秒了。这三星卡萨丁被我小法不堪一击，这一百血就这一百血，浪费钱说是还好吧，因为我这个有收益。你看，再一个就又有那个了，然后小法也有收益，我双收益的。啊，我现在有个问题啊，我卡住了，兄弟们。一两下，获得一个随机发动枪，永久吧？不可能吧？包不可能的，这个也不是人机，这个应该不是人机，看着就不是人机，只是他辛德拉出装有问题，他在玩高魔神。首先高魔神是不强的，辛德拉要配前排很漏的东西，高魔神前排不漏的，就启动没有，那就泰坦吧，要个那个。九法还差一个转职，我现在可以带青钢影。我们这样站啊，然后你注意看，我打这家卡萨丁要用这个东西的去炸他，然后这个东西直接去爆他，然后威古斯最漏扛在最前面扛住。你看他过来威古斯是很快的，但是他立刻就被小法打了，然后我双重扛住之后，他打我前排之前，我的小法已经把他秒掉了。但是哎呀等等，哎呀哦没事，一点都不慌的，对吧？你们可能有点慌啊，就还不太懂的观众可能有点慌，觉得阿北这波要输了，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输，是吧？还要上人头，这就没排浪，别地了吧。这个泰坦好像只能给他了吗？那给你了。威古斯有点扛不住，但我威古斯死的时候，他的卡萨丁也快了。就是要用小法去对他的战士，因为我伤害是很爆的，我这小法启动的伤害17×3 51的启动法强，一个1100能砸两下，然后是105，反正非常痛，总之就是非常痛。那么上个九，上九上个复苏，果然卡了，你先走。星龙牙，其实龙牙是个好东西。哦，我就一个重伤，对吧？这个当启动用啊，然后龙牙给你。其实这个东西该卸下来的，给他法转加龙牙加那个偷偷给别人，法转加龙牙加泰坦给宝石，当然已经完全不是我对手。这个三星四费吧，我这买了这么多法杖，小法的上限已经非常高了。偷一件装备哈，卡迪斯打卡一张。上古魔法永续不灭。我的威古斯怎么这么难逼啊？你有威古斯啊？差一张三了，他卡利斯塔也快三了，我在卡他的卡利斯塔。我的隐患是前排其实不太够漏，你们看到没？哇，这波他卡萨丁冲进来了，我前排还是不太够漏，这是隐患。他缺个青羽是不是？他有青羽，感觉我输了。哎，有点难受，
僵住了，兄弟们。又一个离子，没用啊，这离子，还不如要财宝箱，三件装备分出来。不行，我前排不行了，我前排有点顶不住了。他但凡我差一张了，他但凡再来个质量高一点的前排，这两个三一个，我可能打不赢他的。真有点难论，看看三星娜没？哎，其实伤害也不是很高，七七八。